现在是特别为您录制，就是什么叫有肉奶大、就是呢，我们都有脸上的肉，还有身上的肉、屁股的肉、胸部的肉、腿上的肉。然后呢，我们当时想这个有肉奶大这个团名的时候呢，是因为觉得那个我们那个，因为我叫肉肉，然后那个很多很多的肉才能堆成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到这个等级，然后我用我们这么大的家，要很多很多人肉人肉堆起来，然后才能变这么大。所以呢，那我们就讲说叫有肉奶大，可是当中就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只有肉有关系啊。然后怎样把花塞进去呢？我的名字那个花是金字旁，叫有钱花的意思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在那个奶字上面加了一个金字旁，所以那个奶字其实是等于两个人，一个是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是由大家的肉，然后大家辛苦的工作，然后大家全部堆在一起，然后才有六岁半的我，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大，因为所有人跟我堆在一起，当然肉很大。所以这样解释你有明白吗？所以不是大奶，是奶大哦。